大家好啊，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 PS 的导入与导出资源。这种情况就是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张图片里面，我想往里面插入一个太阳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导入。比如这个太阳，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直接拖进来，就是拖到这个画面当中，然后出现加号的时候就松开。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取消或者一个旁边是一个勾的这个啊，我们点击一个勾，然后就导入成功，然后再把它拖入到合适的位置。这个是一个导入，导出就是适用于我们在一个图片里面啊，分成几个图层或者说不同的资源，但是我只要其中的一个资源，比如说我只要这个小太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。一个资源的导出，在图层这边右键选择导出，然后选择位置。好，上面就是我们的导入与导出。